亲密关系恐惧症，卢广仲对到女生超尴尬。首映会的时候，卢广仲人家女生在他旁边，我们要跟他照相，他就这样子。我说你手打开，让我们可以勾一下吧。然后他手打，他是让我们勾了，但他手伸很直，多晃一点点。你已经当完兵了，真男人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那么怕女人？我不知道，我怀疑我是不是有亲密关系恐惧症之类的。那你跟海芬一起去看医生吧。小燕有约，玉玲准时相约。